大家好，我余卓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怪癖啦。咁我就好中意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嘅时候，就系咁拍手掌嘅。咁个原因咧，就系因为我会想听到嗰个地方嘅回音啦。咁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做咗音乐嘅，我就好中意去搵一啲好声嘅地方去唱歌或者去弹吉他。咁我最中意唱歌同弹吉他嘅地方会系屋企嘅厕所啦，同埋后楼梯。